我手多烦哟，对吧？我反手弄那儿，找你找好。这个掉油掉的是米，看看这边。还没淘啊？哦、你这些都还没淘，你知道哪块那个淘掉上来了？这个是淘上的吗？看不清楚。嗯。啊，这颗，这颗，这颗。那种鱼基本上都是在第六、第五颗、第三颗牌子的地方。就在中间的噻。中间的，因为。今天的水稍微深点的，我看它冬天暖的嘛，果水深点的也暖和的。